Kaya daw sa kina dak mag-aawin ni, dak iko. Kaya daw madam strong, muda strong himself. Muda sa toho ba ako baraw. Kaya daw, daw katsikang tatani, radin taka sa yan ako. Radin taka ha. Kintay o men, Chen Liangkui 弟兄陈林林佩君姐妹结婚，感恩礼拜，现在我们开始正式开始，这个奏乐，这个把母部呢，他们呢，那个不喊呢，先父母亲先来前面坐一下，一共，一共，一共去哪里？一共你先来前面坐。他们该回答一下哈，准备一下哈。先，那个等一下你先来这里坐，等一下一下来，你先来这里坐。好，奏乐。新郎进场。新郎先进场。后面还有不少。好，新娘进场。你们刚都叫什么？大喊大叫，有人好来。你要请，要迎接他，你就先坐下来。都对干了，都对干了。Mabang nabi paro o na ado. Watashiwa uyas, chihuhan kaisen si 256 so. Nasinabu gani mo ipata siyo, kaita buku ya, ha? 256 so. Thank you.
你向他们叫了。要把它打开马上播讲，请我们的李春蕾执事读经。那我呢过月那哦，阿西个不是说龙啊，把来亚萨不要哦，因为太多啊，这么大哇，阿伯伯那那那，那我个是那那个这么大哇，第二屋里呢是那哦，因为太多啊，这么大哇，阿伯伯那那那。ku yuh na ka kam dawa iya pahahatur kya kakiyani nasi pendekaan dengdungan namo penais ini seupu sesekingan namo temulun o ana ini seupu cicih b
不管哪里哦，是五谷都里，少年哦，阿姐莫打一年度过，等人们，那么的木都木难独立，那个黑沙当，丈夫当用何以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阿门。阿门。圣训，今天我们的正题是合理的婚姻，不是该有的，但巴兰赛哦，每人欧人是正难，要到大部的干嘛？不可能该。내 것은 좀 가라서 그냥 사봐 아무 일 아주 요 순다 다 마 순다 다 우아니 首先我先恭喜 陈良奎 的爸爸 还有你的妈妈 还有林佩君 的姐妹 爸爸的妈妈 我们两家能够成为一家 是神的恩典 也谢谢那个阿母 他那个老板跟阿母呢다운조가있다다했더니이제다그다운보이신다라신다가리점쏴이보를끌다다이제기다시기부두바라기다된누만이야다신다아무니하아恭喜恭喜今天牧师要用合理的婚姻我다운牧师이가무슨스루하고있었나보를끌다答应不罢了。什么是个合理的婚姻？만약에순간무슨스로하고아주로뭔가안할바에까리분스터난하고那么什么叫做合理的婚姻呢？它就是神配合的。누다슬로안不罢了。누다슬로안다마니부부刚才我们的司礼者李正的长老他说请爸爸妈妈先坐在这个地方就请我们弟兄姐妹都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就请新郎进来然后面对新娘新娘也这样步入场地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的那如果不知道啊你有你有所以他们你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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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那的哦怎么一个理想你就怎么一个理想的我们红利心的他的姑爷和你你啊怎么用的你妈那个一年年他的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五度不帮老大你说你不是他们不太样是上帝给你们证婚第二个奴的是洛安他妈你不不是父母亲双方同意的婚姻这个对了，누다순간회사로담그라와아주요순간다부가니담수아이기가순간불순한이도기가받을비순간불순한기가무슨서로하고받을순이미냐허이就是在这边的意思那些순간이니우다소니못다나나순간못다스마중나사파어아지는우니아지무슨서로하고는우와우두바라因为人哈，一个是叫个阿基达路度，因为我们人不是鸡，不是狗，不是动随便的那个家畜，喜欢就在一起了，不是这样的。一达哦是黑达度罢了，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过这样的制度。阿基达个母的说你，那今天母的是个龙棍，是个是个不拉度罢了哦。表示是神配合的，对不对哈？你哦，穆达咖哩乌杜巴罗穆达，因这都穆那个穆达，
烧开你看我看我读包老师讲看那不是认识神的人哈，他们是怎么样的就随便就公证结婚的，母那时候给我的母的不得可哈不就第二的子不是的啊，就说第二一旦是还有读包老哦，你看大呀你啊，你看路你啊，那给你我们怎么样他们都有读包老的无的的好，当然就是要做礼拜了，一旦他是个母的母读包老母路的开了守圣道，这个他你我不能硬我好啊，就是那个大妈的布布啊，就是那个路站道理，这样的婚姻的制度不是人所创造的五度八老，你知道吗？上帝创造天地五度八老什么路干地方我这个我在那个顿不是顿过来什么路干啊啊那么路都这个什么路是这个，当他创造天地万物完美的时候就创造了人，给他设计你哦，是路那个阿达姆尼的阿达姆尼了，其实他妈把那一个人问了，那么这个亚当呢他心里非常的寂寞啊，德杜巴的米达阿达姆尼我也告诉你个妈路跟路了，上帝就怎么样他就一直想亚当为什么那么寂寞，杜巴的那书上那妈妈路读书上妈妈可陪你就像那妈妈干的是什么？是那不是阿达姆尼？伊达伊哈是阿达姆尼。你知道吗？我们的上帝，他看到亚当那么寂寞的时候，他就牵了一只牛、一只羊、一只动物拿到他的面前。可是亚当还是不高兴。你给他个读报了，上帝就知道了。给他个读报了，你的伊达阿西干，你看第二个没答应的样子。他必须要这个男人需要有一个内助者，没答应的样。那个还有你啊，就让亚当睡了。大概是那个黑呀的哦，还那个那把黑那个钉的这个布，可能那个就从他的肋骨，亚当的肋骨做谁呢？做夏娃。是路那个给他阿达一般的，路那什么东西的哦，不对的。阿达姆呢，当亚当起来的时候。他看到旁边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阿达姆呢？亚当看到这个女人，他就非常上啊！阿达姆不可能是那美丽，你那么高兴哈？好，这不管很多，请新郎新娘起立一下啊！起立一下，面对陈一光你们的老爸，亚当我。请那个陈良奎这个先生哈、哦，还有他的林佩君小姐他太太了哈、哦，要向爸爸鞠行三鞠躬，好吧？好，一鞠躬，好，感谢他哈、哦。第二鞠躬，好，三鞠躬，好，好，拍手一下哈、哦，拍手。林佩君的爸爸妈妈有在吗？啊，他弟弟啊、哦。弟弟是，兄弟是，可以代表家人啊，好吗？可以代表家人。那个面，那个陈良奎先生哈，请面向那个他弟弟那边哈。来，我们请一鞠躬，好吧？一鞠躬。好，感谢他啊。二鞠躬，三鞠躬。好，好面向这里。啊，这个他弟弟哈，以后宋荣。宋荣，会后请我们的牧师祝祷。还要起立，还要他干了，不会干了。愿上帝他的恩光照耀你们，愿耶和华的慈爱常与你们同在，更愿圣灵的感动赐福你们，感动你们。该受勒达乌杜巴劳，不可勒达乌木南。该受勒阿努耶斯基督，圣不赖
因为不然是多是你因为乱杀把你他就有看那一旦下一世多么爱你把这样杀样被打这样哎呀偷浪的罢了阿们Yeah, yeah, yea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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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